比比东混进了学校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师不好了，听说比比东混进了我们的学校。唐三，你说的比比东是谁呀？老师，比比东是武魂殿的坏人，他专门干坏事。那你快看看我们教室里面有你说的那个比比东吗？好的，我看看有没有比比东。是你，比比东被我发现了吧？比比东快说，你混进我们学校想干嘛？三哥，他就是比比东吗？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他就是比比东。臭唐三小五，竟然被你们发现了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是来破坏学校的，只要破坏了学校，他们就会进我武魂殿的学校上学。现在被你们发现了，你们就放马过来吧。小五你让开，让我来对付比比东，我知道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狗头能量。好的三哥，那你小心一点。比比东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狗头能量的厉害。住手，你们住手，不要再打了。唐三快住手，不要再打了，你的狗头能量太厉害了，我受不了，我投降了。那你以后还会来破坏我们的学校吗？不会了，我再也不敢来了。比比东，今天就放过你，下次再来的话一定不会饶恕你的。不来了不来了，再也不来了。校长不用谢，保护学校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